请呢。没事，通过了。对，没事。雀跃。没事。对决啊！没事。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，周敏，来呀、啊！会不会我们两个一样？来呀、啊！也太巧了吧！没那么巧吧？糊了，没那么巧吧？来，没那么巧吧？蓝调泡泡舞，清一色，一色是蓝一个花，对啊，你知道它是紫一色，所以我想问你在那边对决，对决跟什么、啊？对决跟蓝，耶、yeah, ，17台，20哦，哇，20点，我一炸，来啊，他的比较酷吧，来，你在那边乱，我比较会胡啊。鸟姐，君俊问说，台湾牌有打利古利古吗？朋友很开心的胡了我8台，其实本来是没有打，但是因为前几年这个电视节目很红嘛，利古利古还蛮多人引进这个玩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牌型有点太容易达成，而且台数太多。台湾牌本来就是流动很高的牌嘛，那你做利古的牌的话，就会阻断流动，让别人很难进牌，然后呢，你也很难放枪，然后你还胡了一个8台的，本来就比较。这个不公平嘛，这个有点破坏游戏体验，所以如果说要玩的话是可以啦，但我自己觉得8台有点多啊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赢的牌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